FHM Supergirl 年度 Bikini 女郎 Winner goes to 四号陈玉洁，恭喜陈玉洁，谢谢。陈玉洁可带走30000块钱的奖金之外呢，还有 B 单美的女鞋、Roxy 的泳装、DC 的流行鞋款、Kingston 的随身碟，还有 Yoga FM 的限量风采。我们请玉洁让大家拍一个照片。恭喜陈玉洁，陈玉洁。请回到您得奖的位置，马上欢迎我们下一位颁奖人，欢迎知名造型师刘大强大师。大师你好，我们向前站一步好了，跟大家分享完你看完整场之后的 feel 好不好？其实我只能说哇哦，哇哦，就是这些女孩都太令人血脉喷张，身材都超好。所以很难给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今天负责的是长腿美腿女王。美腿女王是美腿女王，除了长之外还有哪一些很重要呢？其实我觉得美质比例，其实我觉得一双一个女孩如果拥有一双修长的美腿，她比例好的话其实就很性感。那今天每一位都是齁，是真的蛮难的。马上请你为我们宣布2011年 FHM Supergirl 美腿女王的 winner六号陈宇轩，恭喜陈宇轩！陈宇轩将会带走30000块钱的大支票，在那边那边冰丹美的女鞋、Roxy 的泳装、DC 流行鞋款、Kingston 随身碟，还有 Yoka FHM 的限量公仔。谢谢。谢谢大师，谢谢，让我们现场的摄影媒体朋友可以拍拍你好不好？谢谢。恭喜陈玉轩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要颁发 The Winner of the Year， 我们欢迎 Corrado-san， 谢谢。